呢，是我很推荐给大家，而且因为我自己家里面是有养猫咪的，然后我的猫是爱滋猫，所以其实它的免疫力是比一般的猫还要低，所以它是任何一点化学的或者是任何一点不好的东西，它就会非常容易生病的。所以其实我在使用商品的时候，我是非常的谨慎。然后这一个呢，我很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是速干。如果你不马上干，那个水质就会留在上面，然后或者是你踩过去，你的猫总是在你拖地的时候喜欢在那边走路，它就会踩着那个水印走来走去，你就白拖了嘛。这一瓶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极度浓缩，你千万不要看它小小一瓶，好像可以很快就用完，千千万万不烫哦。我们上面呢都有为大家写了很详细，而且这上面还有一个量杯哦，所以呢，请你用少许就好了，因为我们这个是三倍浓缩。然后这一个呢用的是迷迭香尤加利，所以因为它是有精油的成分在里面，让大家在使用的时候，这个气味啦其实是可以让那些蚂蚁啦或者是一些小虫啦，其实可以比较侵扰到你的环境。然后因为它的精油的成分呢，它既然是速干，所以它的味道其实很快就会它就会挥发了、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它的气味。那在拖的过程当中啊，其实猫咪基本上，因为我家的猫咪在我拖地的时候啊，它速干，所以它其实就会走来走去，那个味道对它来讲是一点影响都没有。但是我很喜欢这一瓶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擦得很干净，就是它在擦的时候不仅速干，它带脏污的那个速度我也觉得我很满意。